机具，还有他的怪兽。我们这些公民不服从，这些公民的肉身抵抗，我们必须要强烈的质疑，受保护树木要保护，不受保护的树木，低于50岁的以下的树木也应该要保护。第一颗开始在树下面，三位勾着手，以防止他用警力去把我们的手拉走哈。那警察是领了你的钱还是财团的钱呐？大家号召能够坐下的朋友就尽量坐下，然后大家手勾手，手勾手，然后尽量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抵抗这一场震爆。要北市府要召开各局处，然后与远雄来协商，然后看这个路行的部分有这个路行的变更，就是我们民间版本一棵树也不用移的这一个版本应该要列入讨论哈，在这部分是一个重要的决议。远雄居然是很傲慢的说他们要执行移植的程序，针对于这个中孝东路上的仅存的这13株枫香要做移除的动作，那我们强烈谴责的是台北市政府的体育处既然是用就是说所谓的三去法哈，就说在依照树木保护条例的这些受保护树木的认定之外，只要是没有受保护树木的这个条件，他就可以恣意的去移植哈。那这不是现在树移走而已，以后的路怎么样？对，最重要一点是我们将来的行道树，我们会比现在的3.4倍多出来。而且呢，我们现在行道树的位置，就是以后道路的位置，所以各位可以直接看，你现在站的位置是道路，我们会往基地里面那一缩，也就是说我们会再把它推出去。那行道树是在往后的，所以因此会比这里更漂亮、更齐。那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爱树，我们也爱树。只是说树木让它定植到以后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最好的位置，让它可以生长更好，我相信大家也都乐意。那我们今天是完全照公园路灯观景树规定的标准作为成熟一树，那请大家一起来鉴定看这样算不算标准，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再来做改进，那做给大家看，那就是说以后我们的规划就知道这样子，这已经是在移树过程里面最高的标准。那我今天也很高兴是大家都这么关心，我们就是陆续去一颗一颗移，那能移多少就移多少。那如果说时间耽误到了，那将来这个整个球场会再处理。那我想台湾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应该有法治的处理方式。谢谢大家。好，我们依法申请是9:30开始，九点准备。现在不是可以移植它的季节，你想办法要让它活，你现在就不要移植，请你们等到冬天以后，等到冬天叶子掉下来，落叶休眠期再开始移植。你们现在移植就是不对的时间。
对，专家呢？专家连什么时候可以移植都不知道呢？政府的事情，管的无啊呢？无事啊，要饿啦。你查下先，等囡仔等偌久吗？我嘛是中华草莓在手啊呢。对啦。拿出专业来施工好吗？我们就是要施工，请不要让我空闲，好不好？拿出你的专业好吗？拿出你的专业好吗？九月再来好吗？人在现场，你知道那一天站了几个人在上面？我们那时候他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志工在现场。断的时候，我们才走过去哦。就是在移的时候就有志工在现场，但是不是志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人站在上面这棵树，我人就在现场，不好意思。可以说是照片或者录影出来。如果您要说对啊，如果说我们有人站在上面，请你出示照片。没关系，你不是要告吗？去法院告啊，我们处理啊，好不好？好，我们不要辩，因为辩没有用，我们是事就事论事嘛，好不好？这句话请你自己反省一下，辩是没有用的。对，谢谢，我知道哈。有图有真相，我知道有图有真相。而且这个树不是老树，而且这个树的树龄都不高，好像这二三十公分、三四十公分树。我们文化局老师规定是要80公分，要有15米以上，宽度要10米，这个都是跟老树层不太关系的。那今天为了国家的建设，工会的成长，工会必须出来跟各位解释说，这个是不是说可不可以移？因为这个东西法条写得很清楚，这个移植掉小包一颗要赔一颗，100%还要罚钱，罚7倍的钱。它有两个条例要做。你说国家在建设，你工会又躲起来，也不是办法。我们在流行音乐那边，很明显是那些树木被断根的。是浸在水跟泥泞里面，还有营建的废弃土，还有油污。那树身上面呢？树干上面是在钢圈所掉的地方是形同环状剥皮，伤痕累累。他们是伤痕累累之后再去做包裹，然后在树上的树叶里面也没有依照公共工程移植规范，就是最多只能修1/3的规范。那些老树在那边濒临死亡。之前是没有100%，但是也是一个合乎的基地啊。现在我们给它做得更漂亮，已经媲美国际的标准了啦，已经跟公园一样。你千万去看，跟公园一样。那里也有排水沟、集水井都有了。因为之前的积水问题就是已经获得改善了，都早就改。积水问题是因为那个时候梅雨。梅雨的季节，它一定有积水的问题。是。现在我们也把斜坡都整好，就是说你再大的梅雨也不会有积水。对，好。还有这些，它死亡率。死亡率真的是有100%要活了。这边吗？对对对，我们移过去100%，没有活的话，厂商负责赔啊。像一个60几棵过去的。100%大连通道要疏散60000的大巨蛋的人潮，就是说未来这个大巨蛋，大家看到钢骨结构，它要越过这个忠孝东路地下道，那再挖这个地下道，要让这60000人到忠孝东路中路过去的国父纪念馆的这个空地，那这些老树呢，像那一些中间栅栏，就是在人行道主要是两排风箱，然后在那个栅栏里面，大家看到那些白天都非常大，大到不只是一个人合抱，甚至是2个人、3个人合抱。目前国父纪念馆正在办理建馆42周年，所以我们说国父救不了的老树自己救，在国父纪念馆的老树呢，现在是让大巨蛋要去挖这个连通道，然后去移除的目标，这些白千层呢，很多是在当时建馆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很老的树，所以我们很肯定对面是超过50岁。那在官方。